平常没机会打老婆的话，光明正大打老婆。你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，这一定是这件事情，没有别的。好，三二一，脱鞋子，找陶慧，你不用脱鞋子吗？不是嘛？我一回到家，啊，他有时候就冲过来，我还没脱鞋子啊。这不对，这你答案不对。对啊，是啊。一下，好爽哦！一贝自己觉得自己最可爱的时候，你写出来？我写的，你写，自己写自己。我有。好了，三二一，跟陶贵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什么睡醒的时候？睡时候怎么会可爱？你不能乱回答哦。没有，我认真啊，就是邦邦的。最可爱，喝醉的时候，对，还有喝醉，对，哦，喝醉的时候，对，我忘记了，喝醉的时候。好，来第三题，一辈的口头禅。你有镜头前跟镜头后的口头禅，那你写。你不会。新频道，这是我们的新频道，这是我们的新频道。听爷爷。你在镜头嘛？镜头前新频道。什么事哦？哦，好，你不要乱写。是哦，好，哎，没有答对。啊，你看这蔡哥，哎，几题了？等一下，一二三，三题耶。简单一点点。好好好。你的身高？那你说真台面上还是台面下？真的，我都一样啊。是吗？真的。你有谎报啊？没。应该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阿刚正确答案。对，正确答案。一飞的。嗨，你有长高哎！你有长高。哦，等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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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用，这不用。一五二，啊，我继承国中啊，他国中到现在只长一公分，二十年来一公分。一北高中的时候最不喜欢的科目？你英文数学特好，这一定不是数学，英文是好像是在那个澳洲才好。铁熊，社会，什么社会？高中的社会、历史或地理啊，对啊，那两科啊，不是、那个。你英文很烂啊。啊，谢谢哦。去澳洲才变好的、啊。没有，我考试没有考不好啊。天哪，我想要这么把它赢一题都没有办法哎。好，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我最讨厌背东西了。以北最想变成的动物。嗯，这你，我觉得你应该出。我一定对。啊，不是。因为陶贵最喜欢大暴龙，为什么是鱼？因为我觉得鱼可以一直游泳。选错。好，我们攻守交换。好，哎、欸，你题目难度还一样哦。你不会乱写哦。不会乱写。就你当下想到的。你才乱写。请二伯猜大家的体重。来，我早就写了。三。哎、欸，什么七十三？快点量啊！七十一啦。量。有。对啊，有。哎、欸。不用量，不用量，不用量。等下出来七十五更尴尬。阿刚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绝对对了。我怎么感觉我看得到阿刚回答什么？啊，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闭眼睛。对啊、哦，但差不多。哎、欸、哎，观众哎，耶，对了。哎、欸，我会先爬上床啊，然后拉关灯。都关灯。他自己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候。对，一定是这个。唱歌的时候啊。哦，你觉得你自己很帅吗？对，很帅啊，舞台上很帅、欸，出唱哎、欸。好，跟孩子玩的时候，壮汉觉得唱歌时候很帅，舞台上。对啊，壮汉比较懂我。啊、你们结婚？壮汉同居的时间比你还久。好，毕竟领人家薪水，糊口糊口饭吃嘛。他高中最喜欢的科目？我要想一下。哦，数学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。你的数，我都靠数学来吃饭的，就是数学，真的数学。哎、欸，你答对两题嘞。对啊，三题。那个体重。不用量，不用量，不用量。等下出来七十五更尴尬。OK。他的坏习惯是什么？坏习惯？哎、欸，那有些不能讲犯法哎、欸，不能讲。抽大麻那个吗？捐血，我定期会捐太多血。我写好了，我答案是这个。对嘛，不是坏习惯啊，对身体不好。给你提示，对，那我在想，啊，是吗？晚睡的话会怎样？
不吃宵夜嘛？其实差不多啊，就晚睡然后都会吃宵夜啊。最后一题，要难一点的吗？难的，难的，难的。阿刚人生第一看的第一部电影，谁记得？Hello， 哇，我36岁了，谁记得？印象中最好，那你也差一部，最老是这一部。不是他进电影院的时候，我可能还很小。那你猜猜看嘛，你猜猜看嘛。哈利波特，我不知道、啊，太年轻了。赌侠，赌侠小朋友可以看，不是他可以进电影院看。那时候哪有什么分级？那时候没有分级。不是，他不是电视上就有了吗？你要那个椅子转过来那个吗？对啊，黑小刀那个、啊。对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们看赌侠，还要唱国歌。为什么唱国歌？你不要唱，你不要是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抓了。为什么要唱国歌？你开放映前要站起来唱国歌才能开始看，你没有真的啦。古巴不五年级。好的，几分？大获全胜了，大获全胜。一杯。最爱的就是三下之九，三下之九有一部片叫《朝九晚五》，啊，对，这个里面三下之九演的角色的名字是名字，名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直接写字，我不记得全名，但我记得后面的字，哦，我不记得了，姓，好，那我们来讲，阿刚，好，我们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